啊，各位观众朋友啊，大家好吼。啊，我也无讲吼，即、这个阮所处吼，有一个即个历史上诶真大诶典故吼，大家可能也毋知影。在即个康熙末诶时吼，咱台湾吼有一个阿母王啊，叫朱一贵。啊，当时呢，朱一贵吼要做皇帝诶时吼，有即个清朝吼，迄阵派即个福建啊水军提督啊，即、这个徐世彪吼啊率军啊来台湾吼。啊，要来这个冲拿这个朱一贵。啊，当时呢，在这个安平镇的时候，两军在对射的时候，伊暗中哦，这个徐世彪哦，啊派这个拿廷珍哦，由这个西港哦，迄阵才这个换兵起来。啊，在咱所处吼，交这个朱一贵吼，这个阿母王朱一贵吼，在所处才做决战。所以讲，咱所处呢，就是依照朱一贵交这个清朝吼，这拿廷珍的这个古战场哦，在这吼，咱也无讲的是，咱可能观众朋友也唔知影讲哦啊，咱这个所处吼，这个小小地方吼，有伫这个台湾的历史典故扮演伫这大的这个角色。所处的中兴宫啊，也这段千岁爷坐船来台湾的这个故事啊。也嘛要讲予咱的观众朋友啊，大家来了解啊。也讲到咱的康熙十八年啊，三月十五日啊，迄、那个暗时啊，伫咱的台江啊，啊突然间有一只船啊漂入咱的台江啊，渐渐漂流咱所处的这个西边海埔地啊。也一天光的透早，咱的村民嘛真好闲啊，爬起个船顶啊。啊，来甲看，看到的有插着咱十二支的灵旗，顶面有写着“玉帖大天顺寿十二行文王”啊，也就是姓张、张虎、姓余、余虎、姓侯、侯虎、姓景、景虎、姓吴、吴虎、姓何、何虎、姓氏、氏虎、姓方。洪府、姓刁、刁府、姓谭、谭府、姓罗、罗府、姓罗、罗府等十二府千岁，也不止有这十二支的灵旗，从哪顶啊？也有咱神人一挂香菇啊，伊的道具，包括伊的宝器啊。所以讲，咱的村民才知影。这只船啊顶啊，也就是迄个时阵啊，也当时伫大陆建造迎神啊，漂洋过海啊来到咱的台湾啊，也是真的所处啊，这个庄稼，现在讲起来啊，也是一个真好的吉兆啊，带来予地方的欢迎，予咱众人啊真欢喜啊，真欢喜心啊来个邀请入庄。啊，当时要起着世间草帽的小庙啊，啊来个供养，来个供拜。你咱台湾的庙宇啊，有求财力的，啊嘛有求婚姻的，嘛有咧求官运的嘛，也嘛有专门咧求客运啊，也个有消灾解厄啦，甚至祭拜杜煞，啊嘛有咱有求必应，人咧讲的万应公啊。也普通咱的心灵啊，各有伊的神通。也有听到五湖千岁，伫咱台湾会使讲国庙宇啊，拢是咱地方的守护神。但十二文龙啊，却比较伫咱台湾较神奇啊、较特殊啊的神佛。中兴宫伊所服侍啊，也是咱正统的文龙庙啊。一般伫咱的庙宇内边啊。所服侍的主神，拢有分大小兵的形象。但是咱中兴宫啊，一座神明金尊啊，拢总无的庙宇。伫咱新房内底啊，有徛着三支王灵的灵旗啊，伊的代表是千岁爷无上的神威啊。建庙之初，咱庄民。也曾经啊，有想要来甲雕刻十二文王的金身，
但咱庙方啊一再来请示，但是咱的王爷啊一直拢唔稳准伊的背信，所以讲这间庙是真特殊的情形。咱中元宫为十二文王，啊无金身，无神像，所以讲伊的庙啊啊就无分灵，因为十二文王啊只有咱所处的发基地啊。中元宫佛山有十二副千岁之外，普通咱的庙大部分拢有咱的土地公伯啊，也是福德正神啊。咱这个佛山是咱的天都元帅，人讲相公爷也是专门做戏的人啊，阿咧佛山。祝生娘娘也伊是保庇着咱的妇女啊，有心的夫妇。啊！你予伊保庇伊生产，会当安尼平安顺遂，也阁有保庇着打出世的幼婴啊啦，啊！你敢保庇？也有福山，也是咱的大将爷、雷公爷，也阁有叫做骑虎尊龙、雷虎大将。你咱传说啊，富国幽民、幽公的武官、开疆圣王、陈元公，也有福山着咱的总干爷、领航引导啊。王船出海的神明啊！本宫呢啊，阮佛师主神啊，除了阮十二府啊，这个千岁爷公以外呢啊，阮同事呢啊，有这个总管公啊，以及阮开疆圣王啊，以及参道元帅、参府元帅啊、土地公啊、祝生娘妈啊、雷虎大将啊、虎爷等啊，一切呢啊，这真侪的这个神明吼啊，对阮。这个境内境外吼，啊，这信徒吼，大家啊，拢真好友啊。伫这呢，我要介绍啊，阮所处中元宫啊，三大特色哦，交一般啊，恁以一般庙宇啊，无当看的这个部分了得。啊，阮佛师主神呢，啊，你也看，阮这个神龛内底呢，啊，无佛师金身啊，只有啊，咱这个案桌上吼有三支这个王灵啊，这个代表着千岁爷吼，诶，这个金身啊，伫遮呢啊，阮是安怎会讲啊无佛师金身，到甲即阵佛师三百外冬啊，拢无这个金身呢？啊，这个缘由啊，是由阮这个溪底诶时，当时啊，请这个千岁爷起来，啊，是以伊的灵哦，做伊的灵旗来做这个，当时呢啊是。到厝吼，捌这个庄中啊，这基佬吼，当时啊，跋杯要来请示讲啊，这个千岁啊，是毋是来调金身，来互这众信众服侍啊咧调拜呢吼？啊，这个当时呢，千岁啊讲啊，一直也无允准哦，啊到甲这当时，所以讲阮也是，我是饮水思源，将阮当时吼，咱庄中基佬啊，这个请。千岁爷开，啊，因得请王灵开，啊，咱也依照伊这个方式，啊，到准目前呢，啊，带来这个朝拜服侍。啊，第二项呢，啊，就是讲吼，啊，咱每一颗呢，啊，三当做一颗石，就烧一只王船。这也一般吼，庙宇吼，啊，无当去找安尼。哦，咱三当一颗，第一点就是讲吼，咱伫这个对这个清朝。啊，乾隆三十七年，就是咱西元一七七二年的时阵吼，啊来做头一颗石，哦，这个银新科建石，迄阵是建三条王石，啊，到目前为止呢，啊已经啊两百外吨啊，哦，一间庙宇吼，要延续两百外吨的这个科石吼，无简单诶吼，啊可能是专性，啊无当去找这个，啊所以讲吼，咱。注意观众朋友吼，啊，若假使有缘啊，有这个时间啊，对阮所处中元宫路处经过呢，啊，欢迎咱各位观众朋友啊，入来参香礼拜。02-283-6-3919旧年尾新日头拜财神赚大钱，广东财神庙发财六日游，咱做伙来将军山拜全大陆上大上灵社的财神庙，才有世界上精彩的马戏团表演，甲参观即卖上夯的电影《叶问》和《黄飞鸿》的纪念馆。这团是旅行社为咱节目新开的路线，阁无人有诶哦。
二月十七号出团，省六天，只收五天的费用，只要17,888元尔。上海直航普陀山朝圣六日游，普陀山上端是咱观音菩萨的道场，是咱拜观音菩萨的信众一生至少爱去一拜的所在。二三月上闹热，二月二十号出团，只要25,500元尔。名额有限，紧来报名。免付费电话：0800-090-0508。五湖旅游品质保证，神游四海游世界，出国佚佗就得是。老公啊，你是搁怎样啊？头真疼，人真艰苦啊。你看在个安尼，你敢拢唔惊？叫你吃，你敢唔甘买来吃？吃伊食饱嘛，就爱菜单嘞。心中甲咱好朋友介绍日日清。日日清是咱台湾 GMP 生物科技大厂生产制造。日日清内底的成分有来自日本上出名的纳豆、德国上好的深海鱼油、银杏果、红壳、红景天等，拢总是进口的原料。无论是成分、品质，予咱真安心。日日清赞。免付费电话：0800-588-669，0800-588-669。交通不违规，安全又省钱。